张小太，你好大胆子敢来我这儿捣乱，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想文道呢还是武道？你说的话我不大懂，什么叫文道，什么叫武道啊？文道就是向我道歉马上离开这里，武道就是让你尝尝我的拳头。唐先生，你不要夸口，我看你的拳头未必硬得过我的拳头。总之一句话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佛像请回东佛寺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上官先生，我来收拾他。可以的。哎呀！呀！啊！你。
你那把刀那么大，我这把剑那么小，你太占便宜了，这样是不公平的，这算是中国式的决斗吗？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怕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以大吃小，以强欺弱。换个家伙啊，换个家伙。现在公平了吧？中国不讲这套，只是切磋武艺，点到即。